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景点，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安。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很忙，没有出去走一走，又很想念出国的 feeling， 看看国外的美景。所以呢，我就安排了一趟未出国，要带阿妈出去走一走。就那天见啦，拜拜。阿妈。我们已经到巴厘岛了，这个波蜜比巴厘岛还吸睛呢。阿妈自己巴厘岛，巴厘岛，嘿，对，我已经出国啊，出的也快，真的真的是超想国外的。在家里丢掉我来出国吧，因为我们没有出国啊，我在出国。巴厘岛直接够啊，你唔知哦？我唔知，我冇不来，好笑。阿妈个早晚的，阿妈说没地方去过，去过我都老人家都这样。对，因为我发现我们不用出国，我们也可以在台湾享受到国外的风情。刚刚听了老板说，他全部的东西都是从巴厘岛搬回来的，对，真的很漂亮。你们自己看这个地方，很乳白，很漂亮。我觉得这边就很有度假的感觉，而这边感觉就很放松。啊，你长长没长高的啊？不过够粗碎了。放屁！放，我会放的。啊，小偷啊！小偷！哦，就是呀。超壮观的哦！你说这里很漂亮，阿妈说这里很漂亮。哎，高站塔。对，高站塔。而且我想给你看厕所，你这标识对，草席的那种，很古早味。哎，那边景色很好，你们看这边的景色，超美的。看这边有流水，还有这种椅子可以休息。嗨。我们现在进来餐厅了，然后我们要先点餐。餐点呢都是套餐设，有新加坡、巴厘岛、泰式，然后三种不同的餐点。哎，我们餐点已经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列盖老太婆芥米啊不？盖盖老太婆啦，所以它是可以接纳老太婆这个昵称哈。是我们自己种的香蕉叶哈，它里面包那个香料汁酱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木瓜。香料鸡，你搞个够好食不？安娜，拜拜。很好吃哎！这些料就是老板就是去那些地方学习回来道地的一些做法，非常特别的咖喱，我觉得我没有吃过香料味非常浓的咖喱，好吃的没有，很香哎，好吃的，不要再喂我吃豆豆了。阿妈的是肉骨茶汤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喝哎！好，那我们先吃饭了，等一下下一个景点见。没错，真的是韩国青瓦台，看到吗？真的很像。一张那条就是呀，很漂亮吗？像屋顶都是一片绿，就是粉红设计，绿底配蓝边。好，就是要带我阿妈来拜拜。小狗又变得很高。好，妈先拜拜。你看我刚刚这就水，哎，就水啊，哎，拜拜。就在福州，哎，每个雕刻都非常的精雕细琢，对，然后就非常用心。阿妈就不来，阿妈今天就厉害，不会找回刚刚那拜。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入住一个饭店，叫做米提。然后去那边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下带大家逛逛那边。我入住最美的饭店，我现在要进去房间了，我带你们逛一下长怎样。古色古香，又欧式的感觉。你看这风景，但感觉要白天拍可能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景点，走。高这个是他们的厕所，干湿分离，有浴缸。阿妈还叫你抄袭啊？啊？我帮你抄袭啊？厉害哈！下次我要做啥？浪皮呀！我怎么看？我要吃饭了，太臭了。你够脏吧你？你在找一张脸了？你们有看到一件事吗？游泳池旁边有篮球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到这边吃饭。哇，好期待哟！我先帮他夹个菜，不然他自己是不会夹菜的人。他处理好他的胃。今天上午还给他吃点什么？素豆腐炒饭，那是素食专区吗？素豆腐感觉很好吃哎，米皮好米，自己要吃有意思。接着，我给他杯粉，因为你爱夹粉。哇，好大块！没关系啊，他吃多一点。阿妈最近要补一下。阿妈好夹不？好夹啊！好夹。最近在努力耶。我觉得牛小排也好，不好吃，真的很嫩。等一下，我们吃完这个饭之后，七点半有他们今天有个圣诞音乐会，因为今天刚好圣诞节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可是这影片上应该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不过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吧。低头奔。
回家。哎，后生啊，去提提来。好，我出去讲。那我们先吃一吃，然后再跟他音乐会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后面这两个都在做这种运动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就是逛逛他们的公社，然后他们公社还蛮多，就有健身房、三温暖，可以打撞球，他们还可以看电影，沙发电影。哎，我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的就是集训我阿妈的中文能力，还有英文能力，发现他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，而且有种外国人的腔调，你会觉得他来自某个国家。这地方感觉不错，大家可以来这边做 SPA， 在那边休息还有 SPA 可以做。我觉得他那个足浴，我们今天去了吃了巴厘岛，还看了那个哈森岛啊，然后现在来到欧洲，真的好满足哦。然后还带了一个这么可爱的，买欧币收啦，出来一起过圣诞节。你在说啊？你叫嘟嘟去讲啊？不要这样，我现在唱一首歌给你听。今晚在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跟我后天。真的好听到睡着，大家觉得我的歌声有几颗星呢？那我们先睡觉了，那我们明天早上见啦！嗨，大家早安！到了早上的七点，我们要带着满满的元气精神一起去吃早餐。哎，要不？当然要。啊。哎，我觉得它早餐还不错，就是芋头炖的很辣，很有味道的芋头粥。对，我刚才觉得芋头粥超好吃，是真的很香。然后备足能量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三林溪森林游乐园。白天的游泳池又还蛮漂亮的，然后它的那个建筑物啊，就是在那边吃早餐哦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瀑布。负离子，153万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负离子这个东西吗？与岩石的碰撞，还有空气的摩擦。以及太阳的紫外线，还有植物的光合作用而产生的负离子。但在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呢，负离子会对身体呢非常的有好哦，有免疫能力，还有修复能力。想看一下小超，他说可以净化血液，增强免疫力。哇，所以我只要待在这边，我就可以消除失眠，消除头痛哎。我们已经到了三林溪森林游乐园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看那个太阳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爬楼梯了，听说要爬47分钟，还在南头，加油！哇，你看这个阶梯，我是有带着这一台来溜，但是发现没办法溜哎、欸。这个光好漂亮哦、喔，就那个阳光照下来，这很美吗？这边布满了很高的树，你看，到处都是哦、喔，超壮观的啦。你就跳了，我就跳了。好了，我们是今天休息日。对，他昨天蛮晚睡，所以他今天蛮累的。还是阿妈你过来陪不？我等啊。你是不是等下？啊。好可惜哦。你是在考。好了，再，乖。阿妈今天已经来这边吸空气，也吸饱了吧？这边的空气很好吸耶，就是很舒服。我们本来想说要去走到那个森林瀑布，就是你看我们其实这个路真的蛮长的，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在这里了吧？走很快，健步如飞，我得赶上他的脚步了。怎么来了？好啦，妈继续走啦，加。Hello， 我们昨天从南投回来，南投的底梯啊，就这个养生定光大糕，而且是有得奖的哦，荣获优良食品最佳精品口味奖。谁偷吃？你怎么阿妈都吃你蛋糕？天哪，她本来长得很漂亮。这边我附上一个就是完美的照片给大家看，我试试看。嗯，对，它好浓哦，它里面很像冰淇淋的感觉，很像慕斯。它外面的地瓜很浓哎，你喜欢吗？我不会太甜了。阿妈，你给我夹这个给你说。我太甜，夹进去我不臭呀。这边也要看红的，这里我忘了。你看红的，但我是你姐姐。拿树都可以上来做干。你太棒了，你上来做。
阿妈是南岛，不是北岛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米提大饭店，达到欧洲的感觉。他们海拔很高，所以在那边就觉得空气非常好，然后还有满满的负离子。哦，那董事长为了要给大家就是享受良好的泉水，他还买了一座山呢，专门给大家洗澡用啊。然后煮东西也是用山泉水做，白米也是他们自己种的，超强驾到！我觉得天啊，这是米提饭大饭店真的很用心。他们还有音乐会，就是还可以去享受，就是交响乐这样。可以看官网，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音乐会，去让自己心灵放轻松，闻闻新鲜空气，然后听听优美的音乐，在那边呢就会非常世外桃源。虽然不能出国，但是我们在台湾呢还是可以享受到一些像在国外的感觉。姐姐，你不能哭出国心情，好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你真好，真好，拜拜。我放白的，走路拢安尼啦，拢斜的拢安尼啦。你实在哦。